备受瞩目的湖南卫视2016至2017年跨年演唱会大幕将起，超豪华嘉宾阵容也正在集结当中。日前，导演组又放猛料，实力与人气兼备的女星刘涛确认再度加盟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，这也是刘涛从2014年至今第三次加盟芒果台的跨年了。在2014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，刘涛是妆容复古精致的歌女，身穿白色复古抹胸长裙，一曲夜来香唱的百转千回，妖娆性感。到了2015年，她又出乎意料的穿着帅气的西装出场，气场强大，酷劲十足，一颦一笑都储藏了一股豪气，让网友忍不住大呼帅气十足，被涛姐聊到了。而在今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，百变刘涛又会给我们展示怎样一个不同的她呢？为了给这位多栖全能艺人打造最惊艳的节目，今年导演组也是煞费苦心，从多个节目方案里选定了一个形式特别的方案，为刘涛量身定做这次的舞台秀。刘涛这次还将突破自我，挑战魔术秀，以出乎意料的出场方式魔幻登场，现场还将配合酷炫夺目的投影技术，打造最魅惑迷人的歌舞秀。